Giorgio Armani 彩妆帝国拥有绝美定制唇彩，每一系列都是彩妆界最具时尚影响力的话题焦点，其中最经典不朽的就是被誉为人生不能没有的完美唇彩，奢华丝绒定制纯粹。2017年推出更大胆、更饱满的全新限量系列 Notorious， 共六色的摩登新色，并邀请到国际巨星舒淇演绎性感红唇，并分享使用心得。第一就是比较不容易掉色，然后我蛮喜欢它这个雾面的那种感觉，有点丝绒的感觉。重点是因为女生大部分擦那个红色的唇膏的时候，很容易牙齿上会沾到口红，但我觉得今天我用了这么久下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一直都没有沾到。但是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喜欢混搭，有时候不一样的衣服你搭出来的那颜色其实还特别会让人家有那种不一样的 match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自信跟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很精神，然后就会很想跟你一起有多一点互动啊，聊天啊。我觉得唇彩对于女生女孩子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产品，在化妆品当中。因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唇色，还有就是让会真的是让人家走在路上，那是一个标记来的，那是一个印记来的。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像大部分都会说红唇红唇红唇，为什么？因为这个唇色是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女性的代名词。对，奢华丝绒定制纯粹，两大独创科技成分，4D 丝绒雾光球体，完美显色，首创 4D 光效，打造表层雾面与深层光感，丝滑柔滑凝胶，创造持久不黏腻的保湿润泽。